哦哦，这样的话，赞扬和卢卡他们将要登场打球了。他们加入了东单支队，只需要一个三分球。关键是 Empower 有可能因此被击败，但是他们好开心啊！获得出色的比赛基础，我们看到东单支队换人，他们好开心啊！好，来，东单支队 Empower 表示输了也行，尤其是刚刚被换上的刘维成，我上来他们就上了。专业选手 ，All right， 比赛开始，卢卡边线球。丹尼完成了一次扣篮的绝杀，你俩上去给人传球去了啊！这个事儿好，上来跟你玩命的。王辉来防卢卡，卢卡完了，王辉假动作打回来，三分没有。好家伙，在吴优面前已经开始使用接球动作了。哦，这边毛 free 的三分也是还颜色，五比零，五分领先 ，5-0， 五比零 ，represent 取得了很大的优势。给到卢卡，卢卡要扔了。哦，这是在游戏里才会出现的。这是什么？卢卡和赞扬的连线。哦，赞扬真的用力跳了。这边赞扬把球点进了篮筐，这两分算给程飞。7-3，布兰登三分再拔。哇，这样的话10-3，赛点了 ，RPG 已经是拿到了巨大的领先。看看杨舒宇。杨舒宇，这位杨舒宇也被飞哥盖掉。飞哥不客气啊！哦，比赛结束，恭喜 RPD。班凯罗来跳。RPD team play three。石奎给到班凯罗，超远距离。赵强艾索完了。看一看艾索面对石奎是。强哥，掌声送给强哥。目前可能是整个大学联赛防守最好的球员。给到金士，德姆转换当中双手扣篮，上篮不安全，扣篮比较保险，扣篮算三分啊，也是。赵强面对范凯罗，打开左路，篮下的机会，艾索，好机会，3-2。看一下袁鑫，饿了把球传给了范了，一个假启动，连续的转身后撤后的两分被投了。王同阳防的不错啊，顶住了第一下。哎，莫弗瑞推进比赛节奏，冲击篮筐，两分两进。莫弗瑞追抓着袁鑫下手，这次迎着防守。卡图姆，你能进个跳投吗？我已经有4个月没见你进跳投了。哦，这个反跑很漂亮。哦，哇，这 RPG 再次拿到领先，6-3。范凯罗，好，三分没有没有投入，篮板球保护下来。在这个球场啊，超级明星们要适应投篮还需要一点时间啊。三分要命中。石奎，三分没有能够拿住，所以不得不说林心宇今天投的真的很准。是，不是？而且我觉得他也是打的比赛够多呀，把准心给调过来了。卡图姆，班凯罗强行，这样两记扣篮，6-6，强行要三分呢。哇，这球石奎防的不错，进攻篮板，赵强。好球！卡图姆应该没想到赵强有这样的技巧啊！没想到赵强的左手这么好啊！传球出现了失误，艾索有一个三分就能杀死比赛的机会。
找墙，找对角，李汉球投了。那传给了队友。塔图姆鼓励石奎投啊，是。哎呦，扣篮！翻身的跳投没有投进。塔图姆的跳投啊，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没有三分的命中。李汉球，李汉球迎着 Paolo 的防守投中三分，这样 RPG 拿到了两连胜。说什么来什么。在采访的时候也有听他们说到，有很多的人可能经过了这个出了大学，出了进入社会之后，其实很少有时间再聚到一起打比赛。那很多城市现在其实都有这个女子的队伍，如果现在让你对着镜头，对于他们的话，你有什么建议和祝愿想要对他们说呢？没有，因为我看到有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，我非常开心，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女子篮球的大家庭，然后坚持自己的热爱。好的，那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感谢舒宇来到我们的采访当中啊，我们待会儿就继续看比赛吧。再打一球，一打二。在李汉桥人生的每一个梦的夜晚里头，可能没有梦想到过他有一天要跟咱俩对位。被窝里都是灾啊。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对位啊？Brandon 打到这支东南支队仿佛来了兴致。Brandon 刚才有一个球是踩线了是吧？ Brandon 超远，哦，Brandon 有点太厉害了。卢卡回应三分没有落，学生提醒一下 Brandon 为了全明星们两次，这是第三次。李汉球点开对手，再来一个没有终结。李汉球再来，有了，比赛结束了。他们赢下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。来看一看艾伦这时候怎么打。白凯罗，发动示意，不屑的机会。来到篮下，不用过来抢断，给到底角。怪伦，这样能够投中 ，Brandon 拿到篮板。无忧给到廖强，廖强面对 Jason 大高手。这场 represent 又是小阵容啊！好，轻松两分两中。这边范凯罗和塔图姆的连线。Brandon 刚打三分没有打中。看上去 represent 又是要搏三分球的一个状态。是。塔图姆不愧是你。郭艾伦的上篮没有上进。 Brandon 也是， Brandon 面对班凯罗的上篮也没有上进。三人传球再给到外线，李天荣三分没有打中。好家伙，艾伦篮下命中。对对，是的，确定一下三分两分怎么算。无忧面对郭艾伦，艾伦再一次抢断。艾伦的杀伤这一次终于等来了哨音，球的能力啊，还有 CBA 快人大赛冠军。艾伦继续拼命的压迫防守。Brandon 挑篮成功，真快，也是一个四旬老汉。手握三点 ，Team 3 three 看一下要三分还是扣篮？看着班凯罗是要投，李汉桥承受痛苦的都是我。李天荣，谁能想到李天荣用了一个这样的姿势？ It's basketball, and basketball brings everybody together. Regardless if you're in New York or you're in Beijing, basketball kind of unites all of us.
请问今天第一个进三分的 NBA 球员会是谁？又到了艾伦在东单上经典的打女生球员的环节，又到了他喜欢的环节了。郭艾伦，郭艾伦没投没攻。哎呦，这边帕洛扣飞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东契奇和赞扬这边已经捂住脸在这儿偷笑。哎，看见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啊？帕瓦确实现在已经有点散了。你别说，第一个进三分的塔图姆，但是扣篮也有三分啊。是，现在8-2了。哇，来了，塔图姆能杀死比赛吗？哎，他不要扣篮，他要三分。快攻扣篮不扣啊！好奇爱，好奇怪的爱好哦。安凯罗，哇！换色了，10-2，10-2，他还想再玩一会儿。只剩下一分，以 one point finish game。好球，这边也有得分。通过这一球拿到赛点。林星宇，掩护三分的机会，赛点。林星宇终于投进，10-9，10-9。林星宇是今天这个场地上最准的人。拉开1-1，范凯罗示意拉开。哦，这边 Paolo 杀死了比赛，13-9。Paris, you know, in the States, wherever it is, it's always nice. And the last question, can you repeat after me the next Dongdan Chinese slogan? 不问来者。One more time. 不问来者。再交给郭艾伦。5-1，艾伦加速突破。好球。5-0。来啊，艾伦。丹尼又扣。哎呦，扣飞了，可惜。艾伦再拿到机会。这场艾伦现在是完全打开了。艾伦两分没有打到，自己拿到篮板，一脚三分。这边李天荣连续的投篮还是不进。卢卡1-1，面对石奎，看看石奎，石奎特别想跟卢卡1-1。卢卡又是假的，完全不想进去，直往外走。很可惜没有能够投中，但球还是落到了东南区的手中。三样，回给子浩。哇！郭艾伦拍了一把，兄弟你不错呀，你对我还挺可以啊。你看，这样真不打他。哦。这样面对郭艾伦的态度跟面对李汉桥完全不同。中线的三分没有投中。你看他是不是来做节目效果的？要换人了，待会儿。他是不是来做？关键吧，卢卡每天都训练。各部的两分。右边的石奎，他进去了。在那比划了一下。中国队的第一分来自于卢卡，意念扣篮。加基艾伦。呀呵。脚刚下，但是我没有回场。艾伦非常熟悉东单的规则。许大成，许大成确实是有非常好的爆发力。10-2，10-5，手握赛点。
又是四个职业球员的配置啊。是上来先把这个三分拿到，毕竟好家伙，拿到球权。杜里奇跟赞扬不断的要求，Paolo和 Tatum 多扣篮。刘维成又上来了。我知道他是送球去的。我只能说郭艾伦不愧是你。裁判吹犯规，我们继续比赛。看一看塔图姆，再一记扣篮 ，6-0。好，满足了董宇奇的要求。就是 Empower 就说那股气散了以后啊，他们就一直不再去玩命了。两人合作的很巧，就此被对手完成抢断。李金鱼，好家伙！艾伦拿到机会。瓦伦也是进入状态，明星也是有非常好的技巧的。手握赛点，乐乐突破，强打。哦。任性。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究竟如何终结。这次打头目叫谁来终结？拐轮又秀起来了。哦呦，拐轮最后还得是拐轮。终结比赛，恭喜拐轮为我们这个夜晚的比赛画下了非常较大的句点。没错，这样 Team 33拿到五场胜利，成为了今天下战东单收官战的冠军。我们非常非常高兴看到郭艾伦在这样比赛当中如此投入、如此卖力的演出，可能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，而是为了给球迷也一个交代呢。感谢。